感动落泪吗？你们两个？稍微对。我觉得哪一个刹那让你觉得说他是对的那个人？随时，随时。哇，甜哦！邱泽恬不求婚，小两口都哭了，随时都觉得徐伟宁是对的人。春天到了，去年底旋风取走徐伟宁的那个男人邱泽，今天首度以人夫身份露面了，新婚的滋味怎么样呢？蛮不错的，很幸福。其实已经开始拍了，对，现在正在开工中。好像跟陈意涵还是对。我们一碰面就互道恭喜，恭喜我结婚了，然后我恭喜他生了一个小朋友。他没有传授你一些就是生孩子的一些秘诀？没有。他过年有被关心生子的这个部分吗？是消费之类的？这个是缘分吧，大家都还是先恭喜结婚这件事情。所以是什么时候就偷偷开始在一起？也没有偷偷啊，就是在一起。我们个性也不是那种会号召天下说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是谁先主动说要在一起的？秘密，这留给我们自己吧。对，所以哲哥有求婚吗？男生不是一定要？对，在一个温馨的地方，就自己朋友这样子。所以当下有害怕说，如果不成功怎么办？多少还是有了，但是一定是有一些默契的共识。有感动落泪吗？稍微，本来没有想到那么紧张的，但其实比任何对工作颁奖典礼拍戏都还要紧张。那哪个刹那让你觉得说他是对的那个人？随时，随时。好甜哦。他有决定好说，就是婚宴的地点，或者说到时候在度蜜月。还在决定，因为现在一方面是疫情期间，那一方面是他之前也在工作，那现在换我开始工作，所以可能也要安排一下时间。是的，邱泽复工行程满满，主播徐展元也敲碗，希望排球小王子可以在全明星上场哦。觉得应该蛮有趣的吧？对，就排球有擅长的组长。球类应该都还可以，因为之前体院念的是球类系，我觉得有运动也蛮好的，就是阳光正面的形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